我有两段表演啊，那其中有一段是因为本来今天没有要表演，不过因为有些朋友说他想要再看一下，就是我刚刚第一段那个矩阵方块分割，那是我去年到今年六月都在做，就是做一整年。然后当然他有三部曲，我今天只表演他其中第二部分。然后他是在德国去，就是我的那个 Pure Data Convention 的一个为了那个展览会做一个作品，然后去，所以我表演了一前面一小段那个，然后后面有一大段是就是很多球，很多粒子，很多在绕了一个很像是宇宙或是一个正中心的，在中心里在打转的东西，是我最新的作品。但是说最新也没有，因为从有计划要做这件作品到做到现在也做了超过六个月，应该超过六七个月，大概是今年四月就开始做。就是我今年在八月的时候去参加了，在一个德国有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叫做 Pure Data Convention。那 Pure Data 这个软体呢，它是一种它可以结合，它可以制造声音，也可以制造影像的一种 open source 的软体。那之所以会使用这个软体，就是因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说网络上任何的资源我都可以直接的使用它，那我也不用付任何的版权费用。所以说我在还很穷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正版软体，那这是我使用它的原因。并且因为它的精神是蛮就是自由的，所以说我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到很多大家累积下来的东西。所以说不管是你自己要学习或者是要做创作也好，都是你有一个你可以接受到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就是一个社群，然后来 push 你往前推。那这也是我那么喜欢使用这个，或者是我一直坚持使用这软体的原因，这样，然后并且去参加他的研讨会，对。我有个摇臂，然后大概跟这个空间差不多长，然后左右两边有喇叭，然后那中间有马达，然后会带动他们旋转，然后他们就是声音的发声的位置会一直不断的改变，然后它可以调整它的速度。这样，然后，对，然后那一个装置大概是这样，就是本来是准备那一个的表演版本，对，然后可是可能就是场地的问题这样，然后我这次做了这个四声道的版本，大概我就很惭愧，我只花了一个多礼拜这样，就是因为很临时改这个，对，然后所以但是我大概有去外面录一些东西，一些声音，然后我去感觉它就是距离我的那个距离，然后它声音消失的状况，去我用 Max 写一个程式去控制Live， 然后我是用 iPad， 然后我可以决定声音要在这个空间中的哪个位置发出声音，然后表演的时候是及时去选他们的位置这样子，然后但那些调整的数据是经过我有一些实际的测量，关于声音消失的那个状况，然后去写成它的就是反应的状况。我设想这边就是我们在一个捷运会经过的路的那轨道上面，然后捷运从那边开过来，然后我们穿透了捷运，然后我们听到了观众不是那个乘客的声音，然后咻，然后捷运就走了，这样就有录很多类似这种的声音。可是这个要串成一个表演还我觉得还不够，就是其实在具象的声音跟抽象的声音中间要叠，其实好像还需要蛮多手法或经验去呈现这件事情，对。因为我是比较跟视觉组比较熟，所以可能问你的问题，如果有些比较幼稚的话，可以见谅一点。就是我们先撇开所谓视觉鉴于跟声音艺术的一个特别，就先不要谈这个。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其实蛮多的时候是感觉好像是一种软体操作的过程。然后你也很研究在里面，可是相较于另外一位，他们就是他所谓他比较试着想要去探寻声音的本质跟一个身体在这个声音空间中的位置，我觉得你好像比较没有去思考到
你想要对声音掌握到什么，然后你想要做对声音提出什么问题，你的声音有点像是一种结果而已，就是对，就是一个一种操作的过程。你说的就是事实啊，就是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看待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创作？如果我们把它称作创作，因为其实我也是视觉背景上来的人，那其实我没有在念科艺所之前，我对声音是完全不懂，甚至什么是音高音频，然后我到现在就只会大三和弦了，其他也都不会，就是什么都不会，就是我真的对声音完全外行。可是我又很喜欢就是这样的表现形式或作品，或是这样声音术的这个范畴领域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我找不到切入点，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进就是任何一个就是线性的编辑管理去，就是把录到的声音放在这里，然后下一轨，像 Photoshop 或者像不是 Photoshop 是我在做的东西，可是就是线性的东西可以这样堆叠，我做不来，而且我也没有这个 sense。 我试过吗？就是定不下来，就是那个心是这样。我对，就是那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又好想做，所以我只好找到一种方式是。我以前是画图的嘛，所以说我在荧幕上画图给你看，那画图的时候还送你声音，对，就是所以说我真的，所以说如果你感受到我是在用视觉跟你对话，那我也蛮开心，因为我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本意就是我在荧幕上画图给你看，这样。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我翻译我自己的理解啊，是他在问你对声音有没有一个态度想法。然后其实你的回答好像是没有，对啊，对，然后我觉得，然后刚刚赖小姐她提的问题，我就觉得综合起来啊，其实我就想到你开始说自由软体，其实你搞不好是写了很多非常直觉性操作的软体，让表演者可以使用，就是取之于自由，然后再散发，你等于在做很多软体，自由软体。就是我本来我对，这真的是我本来一直有这样想，可是就是我刚刚有提，就是阿坤有问的是，后来发现本质上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你是发现你写出来的结果别人不一定可以很自由，对，很不是说自由，就是很直觉的事情。不过他还是会有那个自由软体的精神啊，比方说他刚刚讲说，他也试着把东西放上去给大家使用，可是那个东西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挑战成大家都可以使用上手，就是。我与其做这件事，我更愿意就是开工作坊，收割说我是怎么做这件事行为的。我觉得我比较乐意做这件事情。工作坊你是很想很容易去下载，但是马上因为我真的这个好难哦，就是因为我真的把它绑定了啦。我以前是就是真的被绑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被绑定感，就是我应该说是这样。我对我作品的爱，对不对？就是仅次于，对不对？或者是对，就是在我家人一样，我对我作品的爱，我不觉得它是软，我觉得它是作品，它是我就是超爱我作品，因为我把我的所有的情感都绑在里面的，所以说它真的以前以为是软体，可是现在真的不是，它是作品，因为它就是作品。你会梦到它吗？会，我每晚都最近都梦到，因为这是四声器压力超大，昨天还睡不好，四点多才吃宵夜，因为要把自己。吃到超饱，他爸爸把自己骗昏倒，这样。好，那最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是，今天两位表演者可不可以互相拥抱一下？不是接吻，我没有这种梗吧？不要吓我哎！不是，我就觉得，因为其实私生记有一个用意是，每次安排的表演都希望说。